你算上连上回一招欠的多少钱现在的？一共上回30，30，一共150。150哈。啊。那个这样，哥今天有点急事儿。完了，这个月呢开完支，完了哥再给你送来啊。这怎么的？哥再给你送来吧，哥，哥再给你送来。哥，哎，你跑了！哎，别给钱呢，还哎。哎呀，兄弟，你先兄弟给完钱再说。兄弟，兄弟，你给完钱呢？下个月给你送来。哎。我知道，到给你送来啊！你不给钱，我钱呢？太磨了，都是下月肯定给他送来，这么五马长枪的，闯个红灯，腾起腾起腾起腾儿喽，腾起腾起腾起腾儿喽，腾起腾起腾起腾儿喽，加油！啊呀，哥呀！啊，九三的九七的九七，人家来熄火了，加满啊！加满，好嘞。烧表清理呢？啊，清理。好嘞。哎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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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！啊，咚。懂你懂你懂你嘎啊嘞哎啊嘞那家伙卡给我来、啊、卡给你给你给你、啊、看看卡一共450啊哥看卡里头剩多少钱你这卡就剩200块钱了还有另外250是现金还刷卡你先把卡给我250老妹你这样吧你信得着哥不信得着信得着哥你这样你先替哥垫上啊！我哥改天开支，我再给你送来啊！哪有这样的哥？行，哥再改天给你送来啊！聊了呗，哥。我知道，明白。把梳妆。250的。我知道，改天我给你送来。你说你送送来，今天我又白干了。不是你送来，改天给你送来。哥，你别上来。哥，聊，你别过来了，你赶紧。哥，聊。改天我给你送来。哎，改天给你送来。我超速了。这么年我能不超速吗？哎呀，250！咦，干仗干仗！哎呀，气死我了！好了，一会儿给你拿，先忙啊，一会儿拿啊。小弟弟，小弟弟，小黑弟弟，你这个人啊，开车怎么又抽烟又打电话的？很危险的，能晓得吧？哎呦，你没有系安全带！哎呦，吓得我这个小心扑扑跳啊！哎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这种小体格，万一要出现什么事故，你就会被撞飞出去的，会被撞不见掉的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这是精神病吧？哎呦，讨不讨厌？哎，啊，你说。那号我可能能我能找本儿我记下了啊，当！哎呦，哎呦，哎，你这个小黑东西呀、啊，你怎么开的车？会不会开车啊你啊？我刚才接个电话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我倒不是讲你呀、啊，我刚才从你后面上来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无人驾驶，能晓得吧？哎呦。你这样，我今天有点急事儿，这事儿吧，你让我找你单独处理啊，好不好？单独找啊！啊，我现在没时间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哎哎！要赔我车呢，我知道了啊！你得给，你得给还。要赔我车呢！你要不要车呢？哎呦我的妈呀！
不是，一会儿马上到，马上到了啊！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啊，好了。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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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呜哎，干嘛呢？这是啊，你看，至于吗？警察叔叔，记个。杨同志，请出示你的驾驶证和行车证。给，你家先别录了，好不？你这个过程先别录，接着录，给特写啊。嗯。来，下车。真是我错了，自己刚才哪儿做错了知道吗？我就赶点时间，今天就赶点时间。不要辩解啊，刚才的情况我们已经全程跟踪记录下来了。哎，你别录了，哎，卡呢，这怎么以后怎么进去呢？你的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。